嘉义人他观察一年365天，就是天天太阳升起落下在天空的轨迹，其实天天都不一样。那我们就很好奇，为何天天会不一样？有一个督学到学校去视察。校长，这班是什么班？哦，是资优班。各位小朋友，这位是督学先生，等一下会问小朋友问题，大家要好好回答哦。这位同学，你说这个地球仪为何会倾斜23.5度呢？这不是我弄的啊，不是你弄的，这是哪门子答案？那这位同学，你来回答我。这也不是我弄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？老师，你说这两个学生怎么了？这真的不能怪他们。这地球仪买来的时候就已经斜斜的了。买来就斜斜的？校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说来惭愧，因为学校经费不足，所以是从地摊买来绽放的。下次改进，下次改进。为什么我们会想象地球的自转轴倾斜23.5度呢？如果是嘉义人在北纬23.5度的人，他观察会发现，每年6月22左右，就是我们叫做夏至的那一天，正午，烛光的影子长度是零，也就是阳光刚好直射在北纬23.5度，就是我们叫夏至的那一天。如果有另外一个人，他是住在赤道的观察者会发现，一年里面会有两天的正午，竹竿影子长度为零，也就是一年里面会有两天阳光是直射在赤道的，那两天分别就是春分跟秋分这两天。假如有另外一个人，他是在南半球，刚好在南纬23.5度的人，那我们发现，南纬23.5度的人，我们北半球冬至，南纬23.5度的人会观察到，正午的时候影子长度为零，就是阳光直射在南纬23.5度，发现不同的日子，阳光直射在地球不同的纬度。假如有一个人是在北纬30度，我们发现一整年永远都不会看到影子长度为零，也就是北纬30度的人一整年都不会有阳光直射的时候。我们发现如果是南纬比23.5度大的，比如说南纬30度、南纬25度，它一年365天里头也都永远不会有阳光直射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发现阳光直射的地点就只有在南纬23.5度跟北纬23.5度之间而已，所以我们就把北纬23.5度叫做北回归线。什么叫回归线？就是小朋友，你最远最远就跑到那儿哦，这不可以再远了，你就给我回来吧，归来吧，孩子。所以阳光最北，我们发现就直射到北纬23.5度，阳光直射的地点叫回来，所以这叫做北回归线。阳光最南就只能直射到南纬23.5，就回来，所以南纬23.5就叫南回归线。OK， 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年365天，天天阳光直射的地点其实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对嘉义来说，夏至这一天刚好阳光直射嘉义，所以阳光照起来最热。那么冬至这一天，阳光直射南纬23.5，直射的地点离嘉义最远，也就是对嘉义而言阳光最斜射，
阳光最斜射啊，所以那一天我们就会比较冷。所以冬至这一天，阳光直射南纬23.5的时候，我们嘉义就会比较冷，北半球就要比较冷，就是冬天。所以你可以发现，我们之所以会有四季的差异，其实就是因为阳光直射在地球不同的地点，不过都在南北纬23.5度之间，所以我们才合理的推测，地球的自转轴应该就是歪了23.5度，所以阳光才会只有直射在北纬23.5跟南纬23.5度之间。好，我们用一张图来表示。地球这一颗地球，我们标示两条比较重要的直线，这一条因为它画了一个逆时针的箭头，所以这一条就代表自转轴。逆时针啊，就是因为这一点是北极，所以我们说了由北极上空往下看，地球自转就逆时针。另外呢，我们把赤道标出来，来赤道要怎么标？哎，考试的时候没有画赤道给你，你要自己画哈。赤道那就是跟这个自转轴要垂直，所以过中心跟自转轴画垂直，这就是地球的赤道。接着会有四季，是因为地球绕太阳公转，所以这是太阳。从北极上空往下看，地球绕太阳公转要逆时针，注意这两只黄色的箭头，地球绕太阳公转是逆时针。地球的自转轴我们认为不是这样，它没有绿灯这样好，自转轴没有垂直，应该要歪23.5度。那应该要歪右边还是歪左边？要歪哪一边？这颗地球仪，你看自转轴在这里，从老师这个角度看是歪老师的左边，从你那个角度看是歪你的右边，啊，其实都是歪一样的哈。所以这张图要画歪右边还是歪左边，其实都一样，只是从不同的方向来画图而已。那老师呢，这一张图是画自转轴歪，来歪23.5，接着地球好，绕一圈是一年，歪的方向跟歪的角度同一年是一样的哦，所以一直都是歪右边，一直都是歪23.5度，然后公转一圈，这样就是一年。一年有四季，所以老师留下这四颗地球的位置，就是代表四季：春夏秋冬。那哪一颗地球代表北半球的夏？哪一颗地球代表春？哪一颗地球代表冬？要会判断。那这张图最容易出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这一张图是一个立体图，可是硬是把它压扁画在平面，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是这样绕的哈，这一颗地球是在左边，接着它是这样绕出来，绕出荧幕，来到荧幕前方，却在太阳的正前方。哎，那怎么画？我们就给它画在这里，就画这一颗地球。那继续绕，再绕过来，就在黑板的右方，所以就画在右边这里。继续绕哦，好，往荧幕里面钻进去，钻进去绕，绕到太阳的正后方，很难画得出来嘛，所以我们就要画在那里。啊，继续绕，再绕到我们的荧幕的左边，在这里。所以这是立体感的，所以这一颗地球是在荧幕的左边，这一颗地球是在荧幕的前面，这一颗地球在荧幕的右边，这一颗地球其实是在荧幕的里面，所以要有那个立体感。可是实际上那个立体感有些人就真的很差，
换句话来说，这一颗地球在荧幕前面，这一颗地球在荧幕另一面，经常想象的时候会想不清楚，很容易弄错，因此就这样很容易弄错，你就不要拿它来想。所以前后这两颗地球你就不要拿来做判断，就左右这两颗地球来做判断就好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左边这一颗地球。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，你把太阳的中心到地球的中心把它连起来。连起来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如果地表这里有一个人的话，那这一束阳光是不是就在他的头顶？当你立正站好，你的头往下延伸，通过你的脚再往下会到哪里？你是被地心引力抓住的吗？所以除非你严重脊椎侧弯，否则你站好的话，从你的头往下到你的脚，继续往下延伸，就是到地心。所以反过来，从地心到脚到头延伸上来，那表示太阳就在头顶，那就叫阳光跟地面垂直照射，就是阳光直射老师所在的这个维度嘛。你把太阳的中心跟地球的中心连起来，表示地表如果有一个人站在这里，那阳光就是直射这个人的这个地点的维度。来，请问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赤道以北，所以就叫北纬。北纬几度？那就是看它跟赤道夹圆心角几度，就叫北纬几度。所以请问这个夹角几度？刚刚说自转轴没有地震，是 y 23.5，所以赤道也就掉下来 23.5， 所以这个夹角就是 23.5， 所以代表这个在赤道以北加 23.5 度，所以这个人所在的位置就叫北纬23.5。所以阳光画过来延长通过圆心，所以表示阳光就是直射这里北纬23.5。所以我们就说这一颗地球此时阳光是直射在北纬23.5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北半球的夏天。所以阳光直射北纬23.5度，记住当天就是我们北半球的夏至，大概就在国历6月22左右。好，来，同样的方法再用一次哦。右边这一颗地球是哪个时候呢？把太阳的中心跟地球的中心把它画一直线，它表示阳光照过来延长来到圆心，所以是不是表示阳光直射地表这里？这里是哪里？赤道以南，所以叫南纬。赤道以南这个夹角几度？23.5，所以这里就叫南纬23.5。那阳光直射南纬23.5，对南半球来说，哈，阳光直射南半球，所以南半球会比较热，所以这就是南半球的夏天。南半球的夏天，那就是我们北半球的冬天，所以这就是冬至的时候。我们北半球冬至的时候，大概就是国历12月22前后。接着前后这两颗地球，就用这样子来想，来注意看黄色箭头。刚老师说了，地球绕太阳公转，在这一张图是逆时针。所以这一颗地球是哪一个时间？这是冬，逆时针转过来，冬天过了，那就是春。所以阳光划过去，
确实是阳光直射在地球赤道，那这一颗地球就是我们的春分的时候。春秋分是双胞胎哦，啊，这是秋分，怎么判断它是秋分？这一颗是夏嘛，夏过了逆时针转来到这里就是秋，所以阳光照到前面这一颗地球，阳光照过来也是直射地球的赤道，那这一颗地球就是我们秋天的时候，秋分的时候。那你千万不要回家呆呆的背哦，说哎老师很简单嘛，那我就背啊。画在右边这一颗地球就是冬至，画在里面那一颗就是春分，不可以这样背，因为不同的图，我只要自转轴画偏的方向不一样，你就跟着变，所以你绝对不可以直接背。刚刚说一年365天，天天阳光直射的地点其实都不一样，那到底阳光直射的地点随着日子有何不同？来，我们用这一张简单的图来看，这是我们的地球，一样画出最重要的两根，这是自转轴，这是赤道。来，我们一年365天，从春分开始过日子。刚刚说春分，阳光要直射赤道，阳光直射在赤道它这里，啊，光线要怎么画？那一束阳光要怎么画？是不是从它的脚到它的头延伸出来？那表示太阳在这里，阳光照过来就直射。啊，如果通过它的头到它的脚，垂直地面再延长就会到地心，所以阳光直射的那一束阳光，你就直接把这一段半径延伸出来就好了，所以这一束阳光就代表直射在赤道，这是春分3月22。春分过后，阳光直射的地点叫一天天偏北，所以从3月22过后，阳光直射的地点一天天偏北，一个月后4月22，阳光直射北半球的这个纬度。你看老师画的延长要来到中心，继续阳光直射的地点要一天天再偏北，5月22阳光直射北纬这个更高的纬度，继续阳光直射的地点再更偏北，来到夏至这一天，阳光直射北纬23.5，然后刚说就要回来吧，孩子，最远就只能跑到这里哦。所以夏至过后，阳光直射的地点就要一天天回来偏南，所以7月22阳光直射这里。继续阳光直射的地点要偏南，8月22阳光直射北半球这里。继续阳光直射的地点再往南偏，一个月后9月22阳光回到再次直射赤道，这就是秋分。秋分过后，阳光直射的地点继续往南偏，所以秋分过后阳光直射南半球。继续阳光再往南边偏，来到11月22阳光直射更南边了，来到12月22阳光直射到最南，来到南纬23.5，这一天就是冬至。然后来到阳光直射南纬23.5，就要乖乖回来吧，孩子，所以阳光直射的地点就要继续往北，隔年的1月22阳光直射这里，阳光直射的地点继续往北，隔年的2月22阳光直射这里，3月22又是春分，阳光再度直射赤道。所以一整年里面，记住阳光直射的地点再改变，它就是在南回归线跟北回归线之间移动而已。
所以今天刚好是冬季。所以如果题目问你说，从今天开始连续两个月，请问阳光直射在地球的地点有什么样的特性？冬至过后连续两个月，那阳光直射的地点就要一天天偏北，一天天偏北，但是都还在直射南半球，所以题目就可以灵活的运用，随便挑一个时段问你说，那几天那几个月里面阳光直射地球何处啊？所以大约就是黑板的这个概念，要记住一年里面阳光直射的地点就在南纬 23.5 跟北纬 23.5 度之间移动而已。哎，假如有一个题目问说，那请问我们台南一年会有几天中午阳光直射？那台南在哪里？在嘉义以南，所以嘉义就是在这里，北纬 23.5 嘛，那我们台南在嘉义以南。一年里面要快到夏至的时候，阳光会直射我们台南，夏至过后阳光又会直射我们台南一次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一年里面会有两次阳光直射的机会。那题目改一下说，哎，我搬家搬到新竹去住了，请问新竹一年会有几天中午竹竿影子长度为零？新竹在哪里？嘉义以北，所以只要是北回归线以北，会不会有阳光直射？不会。所以当然影子的长度永远不会刚好是零。总结一下哦，只要你的纬度大于北纬 23.5， 还有纬度大于南纬 23.5， 都不会有阳光直射。刚好在北纬 23.5， 刚好在南纬 23.5， 一年阳光就直射几次？那就阳光都直射一次。刚好在北纬 23.5， 一年就是夏至那一天阳光直射。然后只要介于南回跟北回之间，一年阳光都应该要直射两次。